妈，可以哦，而且用的是今年的新糯米。去拿萝卜喽，萝卜。今年我妈妈跟我大姨种了好多菜呀、啊，基本上所有的地都被他们两个种满了。我妈他们又要开始做野菜粑粑了，很多邻居呢都会过来帮忙，拿一些萝卜回去腌酸的吃。嗯、啊？嗯、啊？干嘛？哦，不用了。七宝帮妈妈拔萝卜，快帮妈妈拔！哎，好棒哦！嗯，放这里，放这里，来再帮妈妈拔。嗯，好棒，不错不错。拔什么？嗯，哎呦，拔不动。拔不动。嘿呦嘿呦，拔萝卜。妈。哎，棒棒棒，加油！好棒哦，谢谢宝宝。仰望喵嘛，两边手嘛，两只手嘛。好棒哦，好棒！要捞嘞。捞鱼。你弄来捞捞鱼。哟，人都站不稳。把萝卜。哎呀，拔萝卜！哎，好棒哦，放这里，放这里。安娜姥，人类来了。安娜姥姥的妈妈，加油！哇，奶奶姥没？姥姥姥。姥姥奶奶姥。奶奶姥。嗯，奶奶要姥啊。会干活了。要姥奶奶姥。嗯，好棒，谢谢。有二三。一二三，嗯。要拔二三啊。哦，好。嗯，谢谢。加油！好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回家了。哎，奶奶呢？可以了，这么多吃不完了。回家啦。嗯，回家啦。回家做菜啦。没干就萝卜了。小子，哎，你要干嘛蒸水的？没来蒸不？那把一袋包的烧那啥的，烧啥？嗯，再把要准备了啊。哎，走走走，去爷那里走。走。哎。走呀。哎，你这个。那边给烧水呢，那好像把那烧一就灌上水，熬成热了。咁哪用的呀？咁我那个真正用那个瓦的，咁不没变的。他有四个要出来的啊！哦，他做嘟嘟。哎，爷爷当过嘟嘟，爷爷会讲当过嘟嘟嘞。爷爷做会嘟嘟。嗯，爷爷古没给加灯。给加灯。嗯，给加灯。他说爷爷穿的衣服好烂哦，我公公真的是好的衣服都收起来，不舍得穿。嗯，真的，这种杂货比我拿下来那个杉木好多了，又不会掉灰，又重。不愧是老师傅啊，三两下就做好了。哎呀，不要啊！这皮没一皮料吧？皮料一皮料嘞。省力又好操作，把这边上修一下就可以了。拜拜，太会跳跃了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爷爷没点灯了，哦，点灯了，跳了两下。来，你咋的了？哎，来，这下就好了。来，好香啊，整个厨房都弥漫了这个野菜粑粑的香味。哎，今天啊，今天你多喂你。又过来一个奶奶。奶
我知道了，为什么我们家的野菜粑粑这么受欢迎？因为我们家的老师傅都特别多，都是传承了老一辈的这种手艺，而且呢，他们会把他们的那种，精华一些经验传授给我们。来点。奶奶又喊人来，老幺喂够了，大喂衙门。我在我那开工，开工又烧水，大姐又开工又回播又忙啊，咱一天夜的等冷了，可能出来了。咋等姐又开神去？咋又拜神嘞？我为什么讲话你用神呢？到哪只会容易神喽？哎，不喊人喽，那老幺一叫喂你出来了。我那喊人等冷了，可能出来了。那这个把那那那条的忙啊？有包姑娘在 NTM 等着，有那么多人来，我给你买 LL。姑娘，你中间累的嘛 ？NTM 今年能放两来了，六一都能放两，给少些。嗯。你们那一点人，刘胜国又稳赚又倒账 ，NTM 今年能放两嘛？我那那些各位刘正，等你们过来干两箱没有？对，有中干箱，有 NTM 没接的。哦。那就我有。是啊，有我有，王家胜国呢。嗯。我们中午煮点笋干吃。笋干煮辣排骨，先把这笋煮一下，给它泡发。们吃点排骨炖火锅。放入笋干。是吧？都夸我做菜好吃，要是没吃完肯定是不好吃的，要是能吃完呢，说明做的真好吃。想的太多，哪个做的？第一批蒸出来了，我先尝一下，尝尝今年的味道。哦，还是一样的糯糯的，好糯啊！嗯，可以哦，而且用的是今年的新糯米，很香。弄来干哪呀？那些年来，澳洲卖的。对，用的新糯米可香了，软糯 Q 弹的，哦。啊，嗯，好吃哎，放了甜糖，甜的不腻，而且这个粽叶也好香啊。